有到五米高，香菇蛮高的。皮剥掉之后，它里面那个就可以吃，好像吃起来就像鱼排的，还有海葵啊。 然后这个是巧克力脆片，然后这个是手工饼干，里面是巧克力。然后这个是巧克力脆片，然后这个是手工棉花糖，然后这个是马德莲，马卡龙部分这是咖啡，这个是百香果口味，passion fruit，passion fruit，yes。
这个是它苹果是 pistachio。啊，pistachio。